血了，也不在乎多留点了。行吧。好，那么双方的第三局的较量展开了，卫星基地。卫星。担任保卫者的一方呢是 AG， 而担任前卫者的一方呢是辽宁青城。辽宁青城啊。上来在 B 点一换一。好，好，交给你们来解说，你们懂的。你是怎么了？啊，这个幸运马。又是幸运马。我去抢幸运马。广末交给你了。B A 八 D， 好吧，大写的 A。我就不信抽不着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那现在双方上来一换一以后是个四打四的局面。这辽宁青城是集结了三名队员要往 B 点走，A 点是留下 solo 一个人。哦，李思南一枪打掉了七零之后呢，看是不是直接选择回撤，还没有走，还在卡点。又打掉了怪咖啊！哦，沉住气，好，这个终于听懂了，撕裂的声音。好吧，你知道第一时间抽的太多，你知道我抽奖的时候显示什么吗？系统繁忙，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没关系啊，大家也可以无所谓，这个东西不过期的。是的，你今天 solo 的发挥，你等个五分钟十分的也能抽啊。哎，系统繁忙是。现在是来到了 A 点。现在 AG 的队员呢还有三名，好，下中间的一个，在中间下包，哎，一般都下小道包啊，就 A 小道的包啊，就剩 solo 一个，都是退到了门外，那这样的话其实很难，一个 solo 两个八，漂亮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帅。你看，就是他其实就是让大家说他帅，只能用五秒钟去做手势，得赶紧戴耳机，因为比赛要开始了。啊，好忙啊！赶紧回来把耳机戴。太锻炼我们选手了，Cfpl。就还要互动一下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是是是，然后赶紧戴上耳机。AG 居然在一个小道鱼贯而出，然后被 solo 轻松刷屏。这就是刚才那个效果，就磨没了呀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觉得 AG 这边的心态应该出现问题了。有可能一打三，三个人就是三打一，对他们来说，对啊，无论你是三个打一个，你扔点什么，无论你是拆包还是干嘛，你都能获胜吧，对吧？你派俩人，你派一个人拆包，你派俩人出来勾引一下都行啊。而且这一局要是青城拿了的话，那么下一局就会碰到 AG 不想碰到的抑郁。啊，三三的位置太过于靠前了，哦，但是抽到了一个西陵的补枪。李三迅速选择后撤，因为他得到情报是 B 点前方人很多。天哪，这个抽奖系统崩溃了。刚刚这个 solo 的三杀真的太给力 了，那个应该是会提示器做成慢动作回放。对，抽奖系统慢动作回放是吗？我们说的是 solo。 现在小牛已经完全沉浸在里面了，放出多少血就要拿回来多少。好吧，抽奖系统崩溃了，这个大家一会儿再去吧。我们来看看微博上的情况。中路封烟 ，solo 和林肯要往中路去摸，中路两个人，林肯是要断后，那么 solo 要和七零和怪咖一起去打 B 点。好，有人，还是要看怪咖，怪咖顶在最前方，就要进了，七零是先进 B 点啊，还是再出来一下？好，漂亮。林肯在里面的话，决定是双杀了。哦，林肯好难啊！哦，但哎 ，nice。但林肯真要是再把这个残局拿下，我觉得对面气势就没了呀。林肯这没血了，还好还好，状态太差了，没有办法。感觉我们的这个赛场应该是来到了辽宁吧。满场都是青城的粉丝，我们漂移了呀，主客场。他把他们整个家都搬过来了。对。1-1，不会又像第一局爆破那样吧？好像一直都很焦，一直很焦灼，一直都很纠结。我来看看论坛上有没有安慰我们的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。
好，那么现在QingCheng依然是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中路，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进攻的打算。大米背着包和麒麟好像是要往 A 点去靠。李斯南这一次是选择，并没有选择他之前的在 B 点的防守，而是一个人来到了 A 点的长廊。在 A 点。哦 ，A 点长廊里面全是肉，全是肉，全是肉，全是肉。先穿一穿，应该看到了。马上就要出来，马上就要出来，转角都是岸。但经过这么长时间，我怕这个精力跟不上。但能不能找到岸？我不说精力跟不上吗？麒麟跳出来，反而是把李斯南给狙了。就刚说到精力问题，我就怕他不动了。其实因为长时间狙击手瞄一个点的话，精力会很难集中。你前十秒钟很容易集中，再往后的话就会分散。已经松懈了。所以很多的狙击手会在瞄一段时间之后会切枪再瞄一次。没错。看来今天真的是这场比赛是打出了点味道啊。什么样的味道？饭味儿。你这有多饿呀？这饭味儿。好，青春三人直接是来到 B 点当中，但实际上背包的 solo 和林肯是在 A 点。他们拿下了 B 点，然后去 A 下包，好诡异。但人上优势太明显了，二打四。哦，绝技双杀。好的，慢慢来。C 四现在是安放在了 A 点。A 点 A 点吗？安放在了 A 点。为什么在 B 点打的风生水起？因为他们是三二打，三个人打 B， 两个人打 A， 没想到 A 点给拿下了。没想到 B 点是被拿下 ，A 点被放空。手枪，哎 ，nice。其实是 solo 打掉他的，跟麒麟没关系。是是是，麒麟助攻嘛。一文很着急，哎，包呢？被打头了，被打头了，这个。完了完了，大势已去，死了，麒麟没戏了。哎呀！发现没发现？从这一局开始到现在 ，AG 这边开始没人喊了。这个真的是让刚才影响士气。QingCheng的这套战术，主要是还是要保持体力在这个是心理层面上的战术啊。他是一代老直接。把天时地利的这个人和给拉过来了，无数粉丝啊！没想到QingCheng现在也是靠战术流了。AG 加油！我这人就这样，是吧？我永远喜欢支持弱者，所以你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。哦，你太懂我了。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在理。依然是把 solo 一个人放在 A 点。其实哥才是 CF 界的预言帝啊！你怎么还在沉浸在这里面？别这样，放自己一马好不好？就这样沉浸了一辈子，下一届的时候还在说这个事儿。没有下一届，我就不参加了，我不会让别人超过我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小 A 是真正的预言帝啊？为什么呀？反着头就行了呗。那从来没有对过，悲催帝吧？考100分的难度呢，事实上是比考0分的难度要高很多。而且他说哪个队不行，然后哪个队就赢了。就是激励别人，关键是他分析的还头头是道，是这个这那这一二三白事实讲道理，一二三一二三，哎，不对嘛，从来不准，所以证明，好，QingCheng这一次真的是要三二打 B 了，这面三三还是一换一，QingCheng的 B 点现在只剩下那这样的话只剩下李斯南，李斯南很着急呀，然后这面连接。哎，大米背了包跑了，双方交换了一下，要从中路去走往 A 点走了，走了进来就直接是打掉了一文，哎，亮亮上有人，哎，他拿耳机过他了，只剩过他一个人，沉住气，我觉得现在不是QingCheng沉不住气，是 AG 的沉住气啊。我感觉咆哮哥好像是说 AG 沉住气啊，QingCheng加油。不知道他的目的呢是加油，至于为谁加呢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反正 AG 已经走了，了无牵挂。
荣荣再次打平啊！我真的看到这个评分，头很疼。是我看到有一个13980的说特有意思，我现在出去啊，幸运码是在9点钟给我发一下哈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都不是事儿，这都不是事儿啊。我觉得九点钟你回来，我们说不定还真的在打呢。哎、对，基本这一局还没打完。他说的是明天上午9点。哦，那可能就有点难了，但是我们再努力。这是我们努不努力还在其次，是选手努力。就打个几百局的巷战嘛，对吧？喊到最后嗓子真的是哑了，到最后真的输赢不重要了。大赛组会不得不很遗憾的通知选手是吧？并列第一，受不了了，并列第一，对不起，你们都赢了，我们输了。就是每次演唱会之后，工体放的那个声音，第一奖金好高。这背后这柱子背后是是那个墙背后是33。弓箭锁就这点不好，很多地方不能穿。穿沙很少，这图卫星基地啊、oh, sorry 我已经凌乱了。你还在想沉浸在自己的预言里面呢。没有对的，卫星基地 sorry。 好，青藤这一次终于是选择他们要 rush A 点了，这一次哎，来个五人一起 rush 吧，求你了，别让怪他断后了。刚刚就是青藤从这里跳出去打掉了远端的李斯南，哎，这一次没机会，因为李斯南不在这儿。说的好欠儿。哎呀，你们又去了哪里走啊？走错了呀，哥们。还剩30秒了，关键这张地图大呀，你再不打就没时间了。二十六秒，你们还不打？大图。哎，来呢来呢，要相遇呢。开始了。好，这一波进的话应该进的比较同步做的还不错呀。好的。同步做的还不错。哎 ，solo 能不能再向？赶紧下包！哎呦，这是极限！怪咖应该剩一个血瓶儿。3秒钟下包。在哪儿？麒麟现在还是在狙击楼里。我看你，那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还在瞄狙击楼啊？你们这个狙手的心里真是阴暗。我、哦。好的，漂亮。哎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，你看。当时他们是2打3去包别人， A 点已经下包了，然后李斯南从 B 点转向了 A 点，还在连接的时候在瞄狙击楼，然后还打死了麒麟，这真是，所以这才是李斯南心里一个比一个阴暗。就往你在我前方，我先不往前打，我先看我后面有没有人。真是厉害，3-2 AG 再次领先。哇，小牛你快看，14086楼。他找不到，我已经找不到那个楼层了。不是，他把他中的全部都给发出来了，这不刺激人吗？多少？14086。多少页呀、啊？关键你先别跟我说楼。他现在是2818页。我去，2818，因为确实我们这个幸运码呢是每个人都可以抽2次的。嗯。所以是可以中很多的奖品啊。大家也不要快疯狂求 CDK 了，有一个更好吧，因为信息量太大，电脑性价比比较高，我的电脑已经卡死了。哦，刷出来了。多少页？多少页？2818页。2000，哪有那么多页啊？怎么没有啊？我这显示只有709页啊。那你可能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。多少楼吧？14086，我就说最后一次了。14086，我拿个笔记下来。他有好多抽中的，他说你要不要？哎，只剩麒麟，哦，又上了，哎，还有 solo， 受到血很残，李斯南和伊文看这一次的一个残局处理是怎么样。老弟们已经是疯狂在报警 ，solo 一枪死。麒麟在瞄什么？在瞄后面。哎，这个厉害。3-3。这真太焦灼了，每次打到残局，没有啊，胜负只在一念间。14084楼没有啊。真的有哎，我们两个看的难道不是一个论坛？
官方论坛呀。算了算了，不要纠结，嗯、这个事儿肯定我信。纠结了，那个反正我就留着了。好，双方打了个三比三。这次 AG 是改变了策略，他是让三名队员全部在 B 点前压，三三狙击和李斯南。没错。受不了。然后看到了，被发现了。好，三三直接把他打翻，里面不止三三一个人，有三个人，是有收获。第二个进去了 ，nice， 搞 TK 了，啊？林肯在打了绝技的时候，顺便也是打死了 solo， 好的，然后双杀了，双杀，哎呀，真是为了双杀不择手段。送你的礼物。好，好，你看 solo 趁死、哎、赶紧喝口水，这就是 solo 的尸体。solo 动作可快了。我帅不帅？我帅不帅？马上戴耳机，赶紧戴耳机，然后再喝口水，像个猴子一样。只有五秒钟的台词，还可以说三遍，还要配合手部动作，真的是不容易、啊。这是在昨天晚上练习了多少次的结果？每天晚上对镜子练，只为这一刻。好，这边需要星辰三名队员决定要转点去 A。麒麟还是留在狙击楼卡位，让林肯冲第一个不合适吧？他就九点血了，合适啊，顺便拉个枪剑什么都有了。嗯，反正血少是吧？对面迎面出一高爆怎么办？这哎，应该让雪豆走前面，让他在后面打输出啊。是啊，走啦，走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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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肯哥被打掉，听的就是一枪头，完了，只剩七零，七零的残局。好，幸运码三九叉 W。是 X 啊，真沉得住气啊！不，麒麟沉住气不是因为看不见吗？哦，但是时间到了，无所谓。但是还是很精彩。